佯装的。他一会儿就能醒。人都晕了你还说没事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。管家把他赶出去。小雨啊，奶奶我呀岁数大了随时会走，就想看着你和月野早日成婚，我就死不死也瞑目了。奶奶，你我初见，那个人怎么就非得是我呢？有个算命的说我今年会遇到中医少，他就是小雨的命定之人呢。奶奶，那都是江湖术士骗您的。他呀，他是不会骗我的。师傅。月儿在手中，他要坏